知道他那首歌？摔倒然后分手。要一起摔一下哦。三二三，摔倒然后分手。哦，他爸爸是光头的那个。他爸爸。他爸爸是谁？没错，你 Q 他爸爸出来了。没有人 Q 他爸爸，他爸也被 Q 两次了。Play 大乱斗，我是龙。哎呦，我是伟力，还没订阅酷比闹大学的，给你三秒钟订阅，三二一，订阅好了吗？要我相信你们都订阅好。你要问我什么问题？这些新二代你都认识吗？这首 R&B 把你逼得疯了 ，OZ 啊。那我想问你，你认识这些 parents 们吗？这对我来说有点 difficult， but we can make it simple。今天要来问大学生，他们是否可以认出这些新一代跟新二代，顺便让他们连连看啦。哟，有趣喽。And let's go。你们喜欢的流行歌手呢？音乐排行榜应该是听老歌。KTV 的时候一定要点 Play Battle。 你要不要来一段？那我们来考考看，这是新二代你认识吗？知道，我知道是周汤豪的。你知道他那首歌？摔倒然后分手。要一起摔一下哦。三二三，摔倒然后分手。场馆二甲小鸡。周汤豪，对啊。谁呢？欧弟。第三期欧弟来。Diamond， 哇，那个很快 rap。哦。场馆系。一年级看鲁鲁秒赞，你们知道还有哪一首歌比较红的？什么 Paradise？ 我的天堂岛上的你，对对对，长腿姐姐，谢谢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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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听过啊，姐姐吗？哎，再来这首谢金燕的姐姐。我不会唱。我的少女时代。李玉玺。最后一个呢，实力派的歌手。他都唱英文。我叫名字了。哦，他爸爸是光头的那个。他爸爸。他爸爸是谁？没错，你 Q 他爸爸出来了。没有人 Q 他爸爸，他爸也被 Q 两次了。李玉玺、周汤豪、谢金燕、Ozzy， 他是那个王若琳。你们认识这些新一代吗？这个光头，选秀节目有看过。王志平，对，八岁，就是对王志平，诸葛亮，诸葛亮。那有没有听过他的主题曲？是什么？一个亮光前行。有。B.O 的妈妈，我们现在比给你们看了。耶！叶丽萍，叶新平，叶爱玲，叶爱玲。Ozzy 本都会知道叶爱玲，对不对？太难了，不知道，忘了他是谁，但我肩上看过。他是音乐公司的总经理，以前也是歌手，毕书尽、陈势安、李玉玺的老板吗？对。真的有些。邓超。李玉玺的妈妈。李亚梅。为什么你知道？之前新闻听过吧。这一位呢？那个比利姐，你现在头发蛮像的，你摆一个他这个 pose 好不好？这样。世新大学公广系四年级 ，Lori。这周汤豪他吗？李玉姐。对，有听过他的歌吗？秀一下。来吧，我一定。哦。我话不想做，真是想有。没有，我让你配对看看，谁是谁的爸爸妈妈？这个就是一定是连周汤豪。对。我诸葛亮就连谢金燕。这个王志平应该连李玉姐。可是他们姓氏不太一样。你觉得他们长得像吗？还是李玉玺老了之后变这样？难道是他吗？有像啦，头型有像，就是不是？好，对，是庆王嘛。他跟他，你怎么知道？因为他们不是那个金曲奖颁奖。他跟他，对，好厉害。他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？李玉玺爸爸叫什么？对，就是你废话。那我们现在猜歌了，放的都是新二代的歌啊。Hope tonight will never end。 不是啦，是英文歌，废话。李玉玺，什么歌？我不知道。不知道？那你怎么猜得出来是李玉玺？因为不像其他两个人。他声音有什么特色？就是一般男生。很抒情的李玉玺吗？对。李玉玺。那我不知道歌名这首是 Be Me。他的新歌。啊？他有出歌？那你们听过李玉玺什么歌？四个人一起唱。哦，老鹰四少一起唱的。那你有听过《我们青春》吗？有，178青春，我们可以都唱成歌。给什么什么？听着，听着。这
经验。好的，来谢经验，谢经验，来跳一段吧。为什么要这样？怎么教我姐姐？等心啪啪啪啪啪什么的。九月妈妈，碧欧，对啊，碧欧，哎，我好轻松，我知道，我厉害，我还比赛说这个，是碧欧吗？对，跟碧欧妈的，不，跟九月妈妈，碧欧妈妈，碧欧妈妈，你是对九月妈妈比较有印象的哦，九月妈妈。你觉得是谁？用猜的吗？就没听过。你可以从曲风差长神的，很难听，男生还是女生？啊，我若没呀，没错。为什么你从这边就可以听得出来？因为只是一个女生。哦，是这样。哇，我知。好了，我都听过他的 Lemon Tree。那你来首 Lemon Tree 呢？ I wonder how, I wonder why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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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雷蒙曲，你怎么唱雷蒙曲？爱够，哎，对，高汤吧？为什么爱够？爱够啊！这么明显吗？那你会唱吗？我帮你好了，我跟你唱吧。5 6 7 8。Bitches trying to holler everywhere I go, yeah, yeah. 要跳吗？ 5 6 7 8 Bitches trying to holler everywhere I go. 为什么？谢谢谢谢你没有捧场我，你也很辛苦，你知道吗？一句话哦对，在聊天，我们在聊起来。你们最喜欢？是他诸葛亮，毕竟为什么他很疯？之前听他跟那个大嘴巴那首，是他吗？那是阮心湄。不是，可是他很好笑。你喜欢他的那种风格？对对对，就不知道在干嘛。你们刚没有认出来，那你有没有想过对他说一句话？大概咋样？虽然他演技很好。什么？真的完蛋没？哦，欧阳非凡是有一点。喜欢的新歌单是谁？因为他哪里不错？嗯，哎，妈，哪里不错？哪里不错？他，喂，天哪，你们 OZ 粉，周汤豪，他是 OZ， 是周汤豪。为什么你会对他印象比较深？他是我的菜。好的，我有情敌了，汤豪二选一。那你想要对汤豪？我爱你哦。周汤豪吧，之前大家不是说什么他都靠他妈妈嘛，结果他后来出了那些歌，让大家看到他真的是有料。对，配角他是不错。真的吗？真的比较雷鬼一点，黑人头。了解。耶，我们今天问完啦，我发现呢，新二代大部分人都喜欢周汤豪。我老哥，我爱你哦，撒浪嘿哟。不能让给你啦，我也喜欢周汤豪。为什么？我每天都听他的歌啊。那来两句试试看。来唱一首周汤豪的《爱够》桥段。身价是不断不断翻倍，爱独一无二，为什么全部配备？从台北飞到北，飞到 LA， 受不还累，你是耍废的 cellmate。Yes， yes， cellmate， I love you。Shout out 周汤豪。呀，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啦。喜欢哪个新二代都可以在底下跟我们说了。不要忘记去订阅农农频道，还有伟弟的频道。记得帮我们酷评大学按赞、留言、订阅、分享。不要忘记看。下一档预告哦，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我要考考你，你有没有唱王若琳的歌？输了惩罚。来，我直接惩罚，我直接惩罚。你要给我几片？两片就好。要我去帮你买牛奶吗？不用，我不用，我不喝任何水，不喝任何牛奶。不用两片拿，五片拿，我自己加嘛。要求伟弟把眼镜拿下来。不要，我怕，我怕，我态度直接没了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你还要？不会啊，掉了。你帮我跟。好了。不是，我们怕你吃完啊。太好吃了，完全不会啊。那你现在还可以 rap 吗？对啊， OZ 好了，刚刚没唱 OZ 的。一样 OZ right here， 谢谢哥们，刚刚搞清楚这个关系坏的，真的坏的太扯，刚刚电报特别改变又是贵子哥。S K。S K， 第一个数字。来了。来了。哇。来了。大学生们在面试前会做些什么样的准备呢？饮料店老板都凶了，就因为我饮料背不起来，把我拆掉。摇饮料这个人来说，对我是一大个人生的乐趣。后来就觉得绅士味道最重要。然后最好不要那什么破洞的牛仔裤啊，虚虚的那一种。都是啊，NG款。